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上给却当错给求难那将求八多大尼减索起大给减索几倍索难及做了偏切上给诸巴来说上给却当错给求难那将求八多大尼减索起大给减索几倍索难及做了偏切上给诸巴来说上给却当错给求难那强求八多大尼减索起大给减索几倍索难及做了偏切上给诸巴来说身见堂节对瓦堂对为巨堂天巴来求及东岸堂东岸地巨堂扎巴求及东岸美北地瓦堂巴堂米扎巴求及内林恰当内当者为当用钱波拉内波拉求及恰查瓦当确金下巴当其所以让故心所瓦以给我中世大给吉萨巴汤杰大给将求其我我上西不去求其美多章里拉里西里里给巴地上界心度密得普瓦以如果南大心大却巴雄身见南地三巴当洛伊切查其大瓦切穷吞蒙铁巴以却给婆罗过多说本地者那么那么现在大概就被门的行动肯定行动本地行动故作对立门的大多数更年轻的你给你你的小朋友那么现在不过能给现在哪里万能可能你没生产的落去这个钱就去那么多人说说白一些什么钱那么说给我过年那么大才没去给帮到的给上大的给有点的人对立门的那么黑人对但这个路他给去蹲多好，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烟供，烟供，那么烟供这个法门，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台湾或者说是华人这个概念我们是学自于藏传佛教，从藏传佛教这边学到。学到这个法门那近年来呢好像在台湾还有华人界就非常的流行非常流行那我个人的话是蛮早就接触这个法门的大概在民国79年民国79年算起来是什么1990年1990年那时候开始接触开始学习开始研究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么一直到今天那么现在这个好像很多佛教徒都蛮喜欢修烟供的那感觉上呢好像说有些人本来是从这个所谓的民间信仰从民间信仰或者说家里的祖传的这些拜拜烧香等等这些信仰渐渐的开始接触佛教那好像说呢学了佛之后佛教里面没有烧金纸佛教里面没有烧纸钱这回事那有些人就觉得那我是不是烧烟供可以来代替烧金纸我看不少人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拿东西就往火里面丢这样子呢就跟民间信仰的烧金纸一样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告诉大家你就不用学佛了不用学佛了我们学佛学佛我们要知道佛法的殊胜之处在哪里佛法的特
特殊之处在哪里？如果你不明白佛法的殊胜特殊之处啊，你将佛法当作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啊，那么丧失了佛法的特殊之处啊，那就不需要学佛了。所以我们要先明白佛法的特殊之处啊，明白我们在修什么，这样子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有烟供这种法门，我们又是为什么来修烟供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我可能白板上面啊稍微写一下东西这样子啊。啊，首先我们要先明白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佛只有一个目的啊，学佛只有一个目的啊啊，就是解脱啊，就是解脱啊。那么佛陀啊，佛陀所教的解脱呢，是究竟解脱。究竟的解脱啊，什么叫不究竟的解脱啊？就好像说现在天气很热啊，我们开一下冷气啊，舒服了啊，这是暂时的解脱啊。啊，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啊，很好吃的饭赶快吃一吃啊，舒服了，暂时的解脱啊。口好渴啊，口好渴啊，两小时没东西喝啊，真的快要受不了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哎，前面有一杯饮料啊，就拿来喝了啊，好舒服啊。这些就是啊暂时的解脱啊。但是暂时的解脱它不究竟啊，所以不究竟是什么呢？就你之后还会再受到这些痛苦啊。比方说啊，我肚子饿吃饱了之后就永远不再吃了吗？不会啊，下一顿还会饿嘛，对不对啊？然后呢，饮料喝了啊，舒服了啊，那过一会儿汗一流啊，又渴了啊，那又不舒服了啊。所以吃这顿饭喝这杯水它不是就近的，因为你之后还会需要啊。那冷气开了舒服了，但是如果冷气坏了呢？如果冷气关了呢？啊，又开始热了。所以这些解脱啊都只是暂时的，而且你还会继续在受苦啊。那佛陀教的呢，不是，佛陀教的是究竟的解脱啊，就是我们能够从一切的这一些痛苦当中完完全全永永远远究究竟竟的解脱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要达到究竟的解脱啊。那怎么达到究竟解脱？不是嘴巴讲讲就好啊，然后就是佛说啊，信我得解脱。佛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没有，信我得解脱没有。你要照着佛所说的方法去做啊，才会得到解脱啊。所以说啊，我们并不是信了佛教这样子就一切 OK 了。我们要学佛，我们都讲学佛，对不对？学佛哈，其他的宗教很少说，比方说这个信上帝有没有说要学上帝啊？没有，因为上帝是学不来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就是为了要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先知道说如何达到究竟的解脱啊。有同学问啊，说那个老师，你今天不是要来上烟供吗？我、哦、是啊是啊，我是要上烟供啊。好、哦、但是如果你连学佛都不知道啊，你修烟供修个什么呢啊？但是我尽量短一点啊，尽量简单一点啊。那我们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解脱啊？不能解脱啊？为什么我们还在轮回当中流转啊？这个啊问题的症结，佛陀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因为有无明我执。啊，无明我执。我执啊，就是执着有一个我，啊，执着有一个我。那无明呢？啊，无明就是笨，无明就是笨，不明了。简单的说就是笨，啊，不明了。这是什么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我们执着的我存在，我们去啊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去执着它，
因此呢产生了轮回，好，因此产生了轮回。所以我们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啊，就是要去除无明我执，要去除无明我执，将无明我执给清净掉啊，我们就可以从轮回解脱了。所以我们学佛要学的是什么呢？去除无明我执的方法。好，这目标很清楚吧。好，学佛为了得到解脱，不能解脱的原因是因为无明我执，所以呢我们要解脱，要去除无明我执，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除无明我执啊。那佛就讲了，去除无明我执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啊，无我空性的智慧，好，学习无我空性的智慧，依着无我空性的智慧，可以对治无明我执，那就从轮回当中解脱。好，清楚，啊，理路很清楚，但是什么叫无我，什么叫空性，啊，这个就是个问题了。好，那么我们要学习无我空性。我们简单的说呢，这个就是佛法所讲的智慧，好，智慧。佛法所讲的智慧，不是说你去菜市场买菜，好，然后呢，这个一斤菜多少钱哈，然后两斤萝卜多少钱哈，这个你算得清清楚楚，不会被菜贩骗，这个叫做智慧，好，不是与这个无关，好，与这个无关。佛法所讲的智慧就是无我空性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智慧之良啊，智慧之良啊。什么叫做之良啊？之良就是我们要到远方，要到远方，我们要准备的这个，牛草啊，粮草啊，就是给自己吃的粮，给马吃的草啊，准备粮草啊，然后准备一些水，准备一些干粮啊，然后准备比方说草鞋啊等等的，古时候是这样子，资粮，我们要到这个目的地，我们要有足够的资粮，然后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要达到解脱啊，我们最需要的资粮就是智慧资粮，智慧资粮啊，因为我们要靠的是无我空性的智慧，这样子啊。但是呢，我光是讲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啊，各位现在你们证悟了吗？啊，有证悟的举一下手啊，有的话换你来讲啊，没有那么简单呐，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无我空性的智慧，也就是在累积智慧之粮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有足够的顺缘，要有足够的顺缘啊。比方说呢，我们本来今天不只有录影，还有直播，对不对啊？结果呢啊，我们的直播就搞不定，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准备看直播的同学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一堂学习的机会啊，也不是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以后看录影还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但是今天就学不到啊，下次看他不见得有这个机缘看到啊。也就是说呢，他想要学习啊无我空性的智慧，但是顺缘不够。还有我们今天可能有同学想要来上课啊，那出门前突然间啊，这个儿子肚子痛，哇，只好带儿子去看医生啊。那突然间呢要出门了啊，然后呢老公说，哎，那衣服还没洗啊，要先洗衣服，哎，中午还没煮啊，还要煮饭啊，然后就没有办法来。这些呢就是顺缘不够，好，福德不够，好，福德不够啊。
我们学佛啊，学佛我们常讲说也需要福德，对不对？哦，大家可能很积极很努力的要累积福德。哦，累积福德干嘛？累积福德就是让我们在轮回里面过得更快乐，然后呢越钻越深，然后出不来吗？当然不是嘛。哦，如果你累积福德，你只是想要过快乐的日子的话，哦，那个就是在轮回混，那个没有要解脱。啊，我们累积福德的目的就是要作为学佛的顺缘，啊，买一台好的洗衣机，啊，衣服丢下去我就可以出门了，啊，给儿子很好的照顾，吃很好的食物，让他不会肚子痛，啊，你不会说要出门了，然后儿子肚子痛，啊，然后呢，啊，买一辆啊摩托车就好了，可以骑到上课的地方，啊，或者足够买一张票，啊，然后到上课的地方，啊，然后还能够有些许的钱可以供养一下师父，啊，再培植更多的福德等等，啊，这些呢，你能够将啊你拥有的福德拿来学佛，啊，这个就叫做福德之粮，啊，福德之粮。啊，同样的福你拿来享乐那就没有了。啊，你有个一千块，哎，今天就出去游山玩水，啊，那就没有了。一千块啊，你拿来买车票，啊，然后来上课，哦，那就变成了学佛的资粮。所以同样是福德，它不见得就是福德资粮。福德要用在学佛，作为学习智慧之粮的顺缘，它才叫做福德之粮。啊，所以当我们的智慧还不是啊很够的时候呢，我们的确需要有足够的福德之粮来帮助我们多学习、多累积智慧之粮。啊，因此呢，我们为了要解脱。啊，要对治无明我执，为了要对治无明我执，我要开发出无我空性的智慧，这个呢就是在累积智慧之粮。啊，那为了要能够好好的累积智慧之粮，我要有学佛足够的顺缘，因此啊，我要累积福德之粮。啊，那么今天所要教的烟供啊，就是累积福德之粮的方法。好，所以今天先确定一下，我们干嘛修烟供？为什么要修烟供？究竟来说是要得到解脱。我们学佛只有一个目的，要得到解脱。啊，那么呢？啊，我们啊直接的来说，那烟供如何得到解脱？啊，就是我们借着修烟供来修福德之粮、智慧之粮，然后呢证得无我空性，然后就解脱了。哦，大家听了好高兴，哎，好，那我这样子修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好，不是就可以啦，啊，就渐渐的可以。啊，那么感觉上，哎，离解脱好像啊就不是很远了。啊，还有一段路，但不是很远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修烟供，你把它当作跟烧纸钱一样，啊，那你就是把东西丢到火里面，你就觉得 OK 了。这样子的话，离解脱还远得很，啊，还远得很，啊。所以首先请大家，啊，要有一个清楚的脉络，我为什么要来学烟供，这样子，啊，这样子明白吧？啊，好，那么。既然呢，啊，我们已经写出了烟供，哈，写出了烟供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就先来讲讲，在藏传佛教里面，根本就没有烟供这个字眼，从来就没有烟供这个字眼。好，这个字眼呢是这个汉人发明的，
藏传佛教里面没有烟供这个字眼，从来没有。那有的是什么呢？啊，有的是两个字，我要不要写藏文啊？啊，写一下好了。一个是上，啊，我们中文翻译成上，一个是树。好，一个是树，有这两种修法，好，这两种修法，那看起来类似，看起来类似，然后被称为烟供，但实际上是两种修法，两种修法，这两种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但是，啊，看起来类似，好，那啊，这个我渐渐的哈，慢慢的我会把它给解释清楚，啊，但所谓慢慢的哈，老实说很快啦。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轮回不晓得轮回多少劫了哈。我所谓慢慢的，就是说不是马上，但是可能可能这一堂课或下一堂课就会讲到了哦。所以实际上啊，对我们的解脱来说还是很快啊，还是很快。好，那但是呢，我还是慢慢的来讲上根树啊的这些修法呢啊。它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所谓的烧尸法，烧尸，就是说呢，用焚烧这种方式来做布施或者供养，好，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在佛法里面。非常的多，比方说点灯，有没有？好，我们点灯也是用火点灯，啊，烧香，啊，烧香，啊，那还有在藏传佛教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火供，啊，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还有树的这些汉人称为烟供的这些做法，都是属于烧尸法，烧尸法。烧尸法就是把供品啊用焚烧的方式，啊用焚烧的方式来产生啊产生啊一些比方说烟啊火啊光啊等等啊，然后来作为供养或者布施，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呢？啊这个其实呢是人类共通的一种行为方式，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先从这个一些人类文明的这个方向来做一点小探讨，啊，然后再来回到佛法上面，啊，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火，啊，火这个东西呢，一般我们在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当中，我们会将它作为。人跟其他生物啊，主要是这个动物啊，人跟其他的动物啊，从我们佛法来说，就是畜生道啊，产生分野啊，划分的一个界限，就是来自于火啊。当然还有很多啊，但是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我们甚至于说人类的文明啊，就是从人类懂得用火开始啊，因为火这个东西呢啊，就是对一般的这个其他的动物，还有对比较原始的人类来说啊，是很奇妙的东西啊，然后它会发出强烈的光芒啊，我们这边有灯对不对？哎呦，哦，还蛮刺眼的啊。那么啊，我是真的刺眼，因为年纪大了哈，可是以前没有啊，以前除了这个太阳、月亮呢，星星可能产生不了多少作用啊，然后但是火可以产生出强烈的光芒，还有呢会产生很高的热度啊，而且火它会蔓延啊，然后它吞噬的东西会被。
会，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知道会有什么作用啊，但是从比较远古的人来说啊，被火烧到的东西它就不见了，变成另外的东西了等等，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奇妙不可思议的东西啊。除了人之外，其他的动物啊都很害怕火，都很害怕火，所以我们这个老祖先啊，老祖先开始会去接近火之后啊，开始懂得利用火啊，用火怎么样呢？用火来驱赶野兽，用火来防止野兽的这个攻击，同时呢它是热的，我们老祖先借由火来取暖，然后呢它烧掉的东西，烧掉的东西如果是其他的动物啊，来经过一定的烧烤会变得比较好吃啊，比较好吞咽啊，比较美味等等啊。火啊对人类来说啊，就是非常的非常神奇，而人懂得用火之后呢，就彻底的跟其他的动物分开了啊。所以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呢，就有这个神啊，有一个神叫做普罗米修斯啊，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啊把火带来给人类啊，那使得这个人类又更加的接近神啊，所以众神就很生气啊，就这个处罚普罗米修斯，让他绑在这个高加索山上啊，然后每天有这个秃鹰来啄他的内脏啊，然后吃完了之后他又长出来又在吃，就是一再一再的受这个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将火带给了人啊，那么因此呢让人的这个智慧生活等等啊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于更接近神，所以神不高兴啊，大概如此啊，大概如此啊。那这个神话呢啊，就体现出了就是说啊，火对人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乃至于呢提到说啊，火啊是神送给人的礼物啊等等，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火是多么的重要这样子啊。好，那么人类啊，除了用火来驱赶野兽、取暖啊，那么烧食物等等呢，然后呢因为对于火的崇拜崇敬，那开始赋予火许多的意义啊，这也是我们人类很特殊的啊，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抽象的思考啊，那比其他的动物啊来得更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头脑的运作来得更多啊，所以我们会种种的思考，那么渐渐的呢，火就被赋予了很神圣的意义，很多文明里面呢就有火神啊，就有火神啊，那么很多文明呢啊都会发展出啊对火的一些幻想啊，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只能说大概啦，因为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只能够是从文明的演变当中呢我们来推想啊，大概呢东西经过火之后啊，那原来的样貌就消失了啊，所以呢人类就有一些想象，诶，是不是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啊，他是不是呢就升华了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渐渐的人类啊就会觉得说，我们可能呢可以用火，靠着火跟另外的世界沟通啊。另外的世界是什么呢啊？比方说啊，死掉的人啊，死掉的人，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啊烧东西给亡者的这种想法啊。那像几年前有一次，这个我的手机坏掉了啊，然后那个就我的学生啊，不是坏掉，我到尼泊尔去参加法会就被偷了啊，我的手机被偷了啊，同样是手机，台湾来的也没有比较好啊啊，我的手机被偷了啊，然后就我台湾的学生就说，喇嘛，哎，我们这个立刻集资给你一台新的手机啊，我说可是我现在在尼泊尔啊，没有办法拿到
好，那就有学生说，那么我烧给你，啊，我烧给你。我说好好好，我们对话到这边结束，好，好，啊，这个就是那个很多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汉人呐，哈，就是很多文明就有这种想法，哎，我们借着烧的方式，啊，那么可以传递这个东西，啊，比方说给王者，或者呢给神明。给神明啊，所以刚刚讲到的，比方说点香啊，我们可以烧香啊，很多文明烧香啊，就是说借着这个香，因为香会烧烟往天上窜啊，就觉得说，哎，这个可以上达天听啊，可以给神明等等，会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或者说呢啊，点火出了光明啊，光明呢，那可以给王者照亮啊他的前途，啊或者啊照亮啊照破他的痛苦，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人类的一些想法，啊那这些想法啊，就是说也给这个人类的文明啊，就说带来了很多的素材啊，也有一些意外的。啊，什么意外？我举例来说啦，意外应该很多啦，哈、啊。举例来说，啊，据说这个印第安人他们啊，主要的维生有这个狩猎，还有这个农业，啊，那农业啊，玉米，你们知道吧？哈、啊，就是在印第安人种玉米是很普遍的。所以他们有这些收获，他充满了这个感恩的心，啊，然后就会把这些收获，比方说也投到火里面，啊，来供养神，类似这样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呐，哈，但是呢，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啊，那比方说猎了一头熊，啊，然后把熊的肉投到火里面，然后啊供养神，或者说甚至于比方说还给那头熊也不一定哦，啊。然后呢，种了玉米，那玉米就投到火里面，啊，哎，还没讲完，啊，这个时候，嘣，玉米就跳出来了，为什么？它就爆开了，变成玉米花，哎，这个东西还更好吃，啊，那有这种说法说，这个玉米花就是这样子发明出来的，这样子，啊，蛮有可能的，我也觉得应该是啦，啊。那总之呢，这个是就是给予火，赋予火啊，许多的意义，然后呢有许多的应用，那造成了人类文明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啊怎么讲，很丰富啊的一些发展啊。那么乃至于呢，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在西方世界啊，在西方世界很这个怎么讲，很就是说很普遍的宗教，就一神的信仰哦，就是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啊，那他们的起源啊，犹太教啊，犹太教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就清楚地记载了啊，像是火供、烟供这种的做法，啊，那叫做什么呢？现在基督教可能不做了吧？我印象里面基督教不做了啊，就是啊，叫做燔祭啊，燔祭就是将贡品投到火里面啊，来献给上帝耶和华啊。那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创世纪》里面。今天是讲佛法没错啦，哦，但是呢，我就是要先做一些比较广泛的阐述，我们再来进入佛法，这样才会显出佛法的这个重要。哈，好，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最初的人类就是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肋骨抽一根变成夏娃。然后呢，两个犯的错，啊，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实，啊，或者分别善恶的果实，啊，然后被赶出了伊甸园，啊，哇，这段呢我很快就讲完了啊。
然后赶出了伊甸园之后，他们就在伊甸园外头生活啊，那就开始啊开始生小孩啦啊，然后好像第一个小孩叫做该隐啊，该隐，然后第二个小孩叫做亚伯啊，后来还有第三个啦哈，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来讲这两个。该隐是这个，就是他是个农夫，他是种田的，种田的。那亚伯呢，他是牧羊的，畜牧牧羊的啊。那么依照上帝那个时候啊，上帝跟他们离得还不远，我们现在好像离得很远啊，怎么叫都听不到啊。那那个时候上帝也离他们还不远，上帝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这个就是你们的所得哈，要供养给我，啊，于是呢，他们两个，该隐啊，该隐就将他所种的这些谷物，啊，谷物就收集，然后放在火里面烧，啊，然后这个烟烧出来的烟就四散，然后呢，亚伯啊就准备了一只羔羊，就是小羊，很嫩的。啊，那放在火里面烧，哦，就这个烟就直冲上天，啊，直冲上天。于是呢，他们就认为说是上帝接受了亚伯的供养，啊，接受了亚伯的燔祭，而不接受该隐的燔祭，啊，所以该隐一怒之下就把亚伯杀了，啊，就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应该是这样子。啊，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在一神信仰当中，我们从这个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个系统，因为不止这个系统，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啊等等，他们的起源都是一样的啊。那他们比较原始的记载啊相似，所以可以互相比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因为你如果只钻研某一个分支的话，可能会有点狭隘啊。那稍微多看一点，那可能就视野会比较宽阔一点啊。好，那这个依照这个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一支的圣经来看哈，这个就是最早的燔祭。那这个呢，就像是烟供，烧这个烟，然后呢，来供养给上帝，啊，那之后呢，圣经里面也不断的出现燔祭这个词，乃至于上帝啊，有明白的说，啊，要用黄金、乳香、没药，啊，来供养。那有的可能我也不晓得是怎么供了哈，据说他们好像有五种祭献的样子，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烟供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讲的就是燔祭啊，讲的就是燔祭啊。那么在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在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一支的信仰里面，本来也有类似火供、烟供的这种仪式，啊。那但是到了基督教啊就没有了，啊，到了基督教就没有了，因为基督教的旧约里面当然有写的，新约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说啊，耶稣让自己做了最后的献祭，啊，所以以后人类不用再做这个献祭了，啊，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这种。啊，重要的概念，但我这边讲的，人家会误以为我可能实际上是牧师啊，所以我今天为了要介绍烟供，我只讲到这边。这边的重点是，啊，在这样子的信仰里面，原始也是有这样子的修法的，啊，那么在中国大家就很清楚，啊，过去呢就有烧香，啊，然后也会烧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到后来呢。渐渐发展成好像烧纸钱很重要啊，那烧纸钱啊给神啊，然后给这个祖先啊，
啊，给鬼、给好兄弟等等的啊，烧一堆纸钱这样子，啊，那其他的文明啊，我就不再多阐述了啊，因为我们所常见的大概是这一些，啊，那最重要的文明呢是印度的文明，哦，佛法是从印度来的，所以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啊，印度啊。印度的话呢，我们就有我们翻译叫做护摩，护摩是音译，啊，音译，啊，那如果意译的话，可能就叫做火供，火供，在印度啊以前啊他们的宗教，有些人讲印度教这不大恰当，印度教是近代的叫印度教，古时候啊。那么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啊，大家我们明白就好，因为我如果再把它讲得很清楚的话，我们这门课就不要上了啊。印度呢以前的宗教呢啊就很早就发展出了火供，那么啊就是啊比方说有所谓的习增怀珠的火供啊，你要习斋啊，你要习斋要修什么火供，那要烧什么供品啊，啊，那你要增益，要增长财富，增长智慧，那就要烧什么贡品，修什么仪轨，啊，很差，很复杂，啊，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就要修什么样的仪轨，然后就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啊，那以火供来说，护摩的话啊，就是哎，习斋有习斋的贡品，增益有增益的贡品，怀爱有怀爱的贡品啊，降伏有降伏的贡品。啊，要这样子，啊，用不同的供品、不同的仪轨，好，乃至于呢，修给不同的神等等，这样子来做，啊，在印度呢，啊，就有护摩，啊，那到了佛法，啊，到了佛法呢，这时候我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是什么呢？就是说，佛陀他在印度出生，没有人不知道佛是印度人吧，啊。佛在印度出生，啊，在印度的文明当中长大，他当时说法的对象就是印度人，所以他必须，啊，要借由印度的文明来传达我已经擦掉的这个解说解脱的概念，啊，今天佛陀在印度讲法，他可以用台语讲吗？他可以用客家话讲吗？不行啊，因为人家听不懂，啊，听不懂，所以他要讲的是印度话，啊，然后他要使用的文明是印度的文明，啊，文明呢，它就像是一个容器，啊，今天我们要喝水，啊，我们要喝水，我们要有一个容器，啊，那么。有这个杯子我就很容易喝到了，如果没有这个杯子就很麻烦，啊，我可能我还要跑到河边，然后用手啊来舀这个水，或者说，哎，你这个手不也是工具吗？好吧，那我就要像狗一样用舌头来舔啊，啊，有杯子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传达一些概念、一些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这个对象他们所用的语言所用的文明才能够传达给他们，所以佛陀呢在印度出生在印度长大，他所传法的对象是印度人，他用的当然就是印度的文明啊，所以你们要知道我们穿的僧人穿的袈裟啊，就是当时印度的修行人都这么穿啊，那只不过是说呢我们有些许的改变啊，比方说那个有弟子说啊我们的衣服常被强盗抢走，那佛说好，那我们先把它剪开再缝起来啊，那这样这个强盗就不好用了啊，然后呢这个有国王跟佛陀反映说，我远远的以为你来了，我就开始顶礼啊，不对，是外道啊，哦，那你可不可以把衣服跟其他的
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做一点区别哈、啊。所以那个别人披的这个披衣啊，啊，他那个末端是有这些有穗秋秋啊。然后佛说，我的弟子剪断不要有那个啊，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的一块布，没有旁边的穗啊等等，还有托钵。佛陀那个时候，佛陀之前本来印度的修行人大部分就托钵，啊，吃完饭要经行，对不对？经行，所有的宗教，印度所有的宗教都经行，啊，都经行，啊，乃至于现在到了结下安居的时候，对不对？结下安居啊，根本就是佛陀的教团被外道骂。夏天一直下雨，地上都是虫，啊，那个乔达摩的弟子还出去托钵踩死一堆虫，啊，那佛陀想说，嗯，那这样子也不对，啊，所以外道本来有结下安居，佛教没有，啊，从善如流，那我们也开始有结下安居，啊，等等的，就是说我们，佛陀他。并没有要标新立异、创新一大堆，有的没有，没有，啊，佛陀顺应着印度的文化，那么将他的就近解脱的精神，借由这个文化将它传递出去，啊，所以这个我们大部分的宗教吃饭前，啊，吃饭前呢，啊，可能会做一些念诵，啊，所以。非宗教徒看起来都一样嘛，两边要谁谁两不在，你两不在，啊！可是呢，如果你有学佛，就知道同样是饭前的念诵，啊，那么这个信天主的，就是要感谢啊，感谢主赐给我这顿饭。那我们佛教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说有这顿饭，啊，有这顿饭，我们怎么样十存五观，对不对啊？我要怎么样想？以及这个饭我要供养，对不对？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那个概念啊，跟基督教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看起来相似，实际上不一样，啊。那么佛陀，啊，佛陀引用许多的做法，啊，也不是引用，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嘛，所以佛陀也这么做。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佛陀他所教的里面呢。啊，就有无我空性的智慧，是任何一个宗教里面通通没有的。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也有啊，像烧尸一样的东西，我们也点灯，我们也烧香，啊，然后呢，也有像护摩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有火供，啊，我们也有烟供。但是，啊，他的这个概念，他的精神，啊，跟其他的外道是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啊，像有一些人呢，啊，以为说，哎，跟外道一样的哈，那个呢就是外道，差多的呢，我们佛教跟外道啊看起来一样的太多了，看起来一样的太多了，但是呢。里面的精神完全不同，啊，所以要再抓住一个要点。如果你没有抓住佛法的精神，你去做这些行为，那就跟外道差不多，啊，那么就离解脱就远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任何的修行，啊，做任何的修行，如果你只是。啊，只是维持的外在的行为，只是维持的嘴巴的念诵，你的心不了解啊佛法的这个要点，佛法的精神的话，你所做的啊叫做名字佛法，就是只有佛法的名，没有佛法的实，啊，那就跟外道一样，啊，那么就用不着学佛了。啊，今天大家可以来这边上课，乃至可以看到啊，看到这段节目，啊，表示你是啊，你是一个佛教徒，或是对佛法有兴趣的，啊，所以你如果只是学到
这些仪式的外貌啊，那这些精神你没有学到的话啊，那就离佛法太远了，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讲的是烟供，我烟供已经擦掉了啊，因为藏文没有。我们今天啊要讲的是烟供。那么你如果不明白为什么要修烟供，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来修烟供，这些你都没有搞清楚的话啊，那么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东西放到火里面烧啊，就跟外道相似啊，不名为佛教徒啊，这个就不是佛法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我把这个讲清楚啊。那我也第一堂课啊讲的比较杂，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这个概念先讲清楚。我们今天学佛的目的只有一个，是要得到解脱，所以我们修烟供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解脱啊。因此你如果啊不知道为什么要修烟供而得到解脱来修烟供的话，那就可惜了，你只是把这些东西烧掉啊，那甚至于啊可能只是浪费这些物质，还有更可怕的啊，就是可能会被环保署来抓那这个就这个搞不好还会被罚款这样子啊。好，那么第一堂课就大概上到这边。那么我很希望大家第一堂课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再多听几次啊。所谓听不清楚，不是说我口齿不清啦，是说我要传达的意念好好的想想啊。那之后呢啊，我们再继续的深入的探讨啊。不然你把这个佛法的节目，你把它当作是这个一般的电视节目啊，准备个爆米花，准备个可乐，脚翘着在那边吃啊，这个法师讲的不错，我继续听下去啊。所以讲的不错就是跟你想的一样啊，这法师讲的不好我转台啊，那这样子就可惜了佛陀辛苦了三大阿僧祇劫为了众生的努力，我们把它当作一般的节目啊。如果当作一般的节目的话，那我应该会去看《雷神索尔》第四集啊，那个可能还比较好看一点啊。不要，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目的是解脱啊，所以大家好好的把它给想清楚啊。那么好好的反省一下，那我们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啊，再来更深入一点啊，慢慢深入啊，下一集还不会很深啊啊，慢慢的我们把烟供这个法门把它给学好啊。好，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边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青蛙奋力救子。在一处水池旁的小水洼里，有一只母青蛙和它的孩子们快乐地生活在那里。我们来比赛游泳好不好？你们肯定没有游得像我那么快。我肯定游得比你快，不信来较量下。来吧，看看谁先游到那块石头那里。哈哈哈，你追不上我吧？别得意，我还没用全力呢。这些孩子真可爱。今天的天气可真热啊。
但小蝌蚪们在水洼里却感到十分清凉，他们在小小的水洼里无忧无虑地嬉戏着。真是太热了，快受不了了。孩子们，你们在这里好好的玩，别乱跑，我到水池里面凉快一下。妈妈，你放心到凉快去吧，我们就在这儿玩，不会乱跑的。可是由于气温越来越高，水池里的水逐渐蒸发，以至于原本与水池相连的小水洼成了独立的小水洼。小水洼里的蝌蚪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水越来越少，许多蝌蚪挤在这小小的水洼里显得拥挤不堪。更可怕的是，这小水洼里的水仍持续慢慢减少。奇怪，刚才那块石头还有一部分在水里，怎么才一会儿功夫，水里那部分怎么就不见了？是啊，怎么回事？哎呀，你别挤我，怎么搞的？都挤过来做什么呀？是啊，这么热的天气挤什么？你们以为我愿意挤啊？你就没发现咱们这片水洼里的水越来越少吗？你说什么？真的，我们周围的水真的越来越少了，这可怎么办啊？水洼里的水已经很少了，只能勉强淹过这群小蝌蚪。在这酷热的天气下，用不了多久，这个水洼便会干涸，而水洼里的小蝌蚪没有水的保护，就会被炙热的阳光烤死。救命啊！哎呀，好热啊！太阳烤到我的脑袋了！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呀？快来救救我们啊！好，水又少了一些。哎呀，别挤了！就在这个时候，青蛙妈妈出现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都还好吧？妈妈，快救救我们，这里好热啊！妈妈，快救救我们，这里好挤呀！妈妈，这里的水越来越少了，你快想办法救救我们。孩子们，坚持住，妈妈这就想办法。看着自己的小蝌蚪在那逐渐干枯的小水洼里挣扎不已，青蛙妈妈非常着急，她于是当机立断，采取了令人惊讶的举动。原来青蛙妈妈想挖出一条通道，让水池里的水涌进水洼，这样一来，水洼里的小蝌蚪就可以通过这条通道游到水池里。好难受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坚持住，我们的妈妈正想办法救我们呢。妈妈，妈妈，你快点，我坚持不住了，太阳烤得我好难受。孩子们，坚持住，再坚持一会儿，妈妈马上就把通道挖通。青蛙妈妈吃力地挖着通道，她的体力消耗很大，于是她便用脑袋顶那些泥土，把泥土拨到一旁，以便让水池里的水流向水洼。孩子们，妈妈来救你们了。水来了，水来了！太好了，我们得救了。妈妈，谢谢你，您辛苦了。孩子们，快跟我离开这里，游到水池里才安全。母爱是人世间最美的感情，母亲对孩子的爱也远比自己自身的一切来得重要。就像这只青蛙妈妈一样，眼见小蝌蚪的栖身地就快没水了，他发挥母爱，用尽全力，破土引水，打通了一条充满母爱的救命通道。小生命竟能如此爱护自己的小孩，所以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是否更要好好孝顺自己的双亲呢？妈妈，妈妈，谢谢您。